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奥特曼的玩具了。第一位奥特曼呢是迪迦奥特曼。我们来看他的奇趣蛋里面是什么吧。哇，看上去呢是一个需要拼装的人偶。起来，原来是赛文奥特曼。再来看他手指的方向呢，是一个奥特背面。他上面的条纹和迪迦很像，他呢一定是迪迦奥特曼的背面。把它翻转过来，这里呢有一个隐藏的按钮，我们按下按钮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，果然是迪迦。下面呢是他的腿部，然后在他盖子上面呢还有他的武器。这就是迪迦奥特曼的玩具。再来看下一个呢是赛罗奥特曼。首先打开奇趣蛋，杰克奥特曼。哦，再来看这个背面呢，是一个长方体的背面。我们来打开盖子，在这里呢隐藏了一个按钮，按下它，翻转过来，赛罗奥特曼。同样呢，盖子后面有他的武器，把他的腿部翻折出来，叮当，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背面。哇，这下居然是暗黑贝利亚。梦比优斯奥特曼，贝利亚的背面呢是一个圆形的碗，打开盖子，然后呢我们要向下推动盖子，快看，变形出来了，把它翻转过来，哇，凶猛的贝利亚。他们胸前的计时器呢都是一样的。最后呢是怪兽巴坦星人。我们先来看它的背面，按下按钮，巴坦的手臂和头被弹射出来了，拿出盖子后面的武器。再来看中间的起气弹，哇，泰罗奥特曼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。看完节目点赞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